古早味的台湾歌。我来讲，说我爱你。越南十九岁迄年啊，无意中听到文下的这个学生阿牛伫咧弹夏威夷吉他，感觉真有兴趣，也就请伊来指导。经过半年了后啊，天资聪明的越南弹吉他的技巧已经超过阿牛。个性善良的阿牛，甲越南建议讲，如果若是要更加进步呢，一定要加入文下，甲着。啊！伊个乐团吼，啊，大家做伙来合奏。伊听了真有道理，就加入着文下个乐团。果然进步非常的迅速。伫1957年，民国46年，伫咧文下引进之下呢，进入着亚洲唱片公司担任专门演奏夏威夷吉他个乐师，从此正式踏入着台湾的歌谣界。因为对音乐有兴趣，越南呢，会当讲用尽苦心啊，想尽办法研究乐理。歌唱技巧，甲着乐器的演奏。到了1959年，民国48年，越南开始编印南青的歌册。后来呢，搁再创办南青歌谣音乐研究会。到1963年，民国52年，为着要学生有一个出路，又搁开设着南青唱片出版社。这当中呢，又捧红着王秀如啦、彭顺娥啦、林峰、林海，也搁郭瑞等。会当讲几落名实力派的台湾歌谣界这个唱将，在1964年，民国53年，越南呢，搁在宣扬40年代，会当讲红遍上海哦。呀，周贤有人讲伊是金嗓歌后啊。周贤所主演的电影叫做《呀天涯歌女》，天涯歌女的主题曲是李俊光所作曲。改写为台语歌词，加上趣味的口白，由林峰、彭顺娥对唱，灌录成唱片。越南名所创作《我爱你》的这个灵感是来自回声作词的《阮无爱你》，以及着小姑娘入声这两首台语歌曲。原来回声先选用华语老歌《杭州姑娘》，写成附带口白的台语歌曲《阮无爱你》，由24岁黄珊媛。甲13岁文英所合唱，会当讲造成空前大轰动。后来呢，搁再选用华语老歌写成有口白《小姑娘》入声，由14岁曾明珠甲25岁黄珊媛合唱，再度呢真受欢迎。越南有样看样，因此呢也比较回声的手法，选用华语的老歌《天涯的歌女》，也写了附带口白的台语歌词《我爱你》。由22岁林峰甲着11岁的彭顺娥也来合唱安尼。看咱的节目，啊，你会当听到像彭顺娥，吼吼，迄安尼十通戏啊，啊，啊，着灌录唱片，有真侪伊囡仔时阵的这个歌曲安尼。咱这么着来听林峰甲彭顺娥也所合唱《我爱你》，戴家伟甲着。丁爱莲吼，也所来对水表演，咱来欣赏。男生就要爱女生，哎呦，阮迄个阿娘啊，若讲一句，哎呦，呢，我爱你，哎呦，我一定予伊白甲绝对心茫茫。
寒天的滚水板，热天的冬瓜茶，你敢知？敢穿衫冰，冬瓜茶，四个加呢？你讲迄个我唔爱听。啊，莫上关家啦，当然是别人，你嘛是咧袂穿袂错。你咧袂穿袂错，袂介绍，我来听你讲啦。啊，无外人伫遮，哪有要紧？人唔对去念哟，姑娘有意思，啥人唔对？伊等予我找着对象，唔知咧怎样？哎哟，阮迄个阿娘，我若讲一句，哎哟，奈何你爱？哎哟，我一定带伊来做牵手，惊小